来说是弹琴来的。妈嘎吹一头还行。一会儿弹琴就来。嗯，我想我想甩不甩又接着甩 啊小米小米你几岁了几岁了你那天说着发现了苗岭也说了嗯说着发现起来了漂亮了其实是哪嗯我这三角形这儿横在这儿转的哎呦我的妈等一下小米小米会小米今天在我家吃饭行不行小米小米你不跟我说会儿哈。今天我们家包饺子了，走了。嗯，包规模的包饺子。康姐来了哇，六人高兴的啊。康姐不做。康姐给他也。康姐的孩子不管。嗯，他都不敢去。康姐个智的，一听说来了啊，高兴。本来是说好了，人家别人的都管人家的，也是来了，不管了。就是咋着别人烦的对着在那烫着咋就对着你烦的事儿嗯正儿烦他烫着这小生都烦的别人走一直给他烫着他都烦到哈边正着啊哎也是说了忘了过程呢正儿好吃吧越低这越缝去我们跟他忘了这样子就是烫的我抱了这个我就我嘎皮的他一转过俺们路可多了呢。在这儿我不堵那儿了。看你们看着的，就是也得硬。你让你快打一斤。小米吃饺子不吃啊？不吃，吃不吃？不吃。我在两边吃过饺子。吃过还可以吃啊，不是说吃过就不可以吃了。我不都不想吃。今天不走了，在我家。行不行？今天在我家住行不行？啥了？又是呢？没说什么，没说什么，过去接一圈。走了，买什么？啊，人家蹦今天的顶老板，可能干了犯了些事。我们当不来就犯了，好不少了。这也有哈。你要被这些稻米问题的也有啊。你说工头也不来，给你发了一袋稻米就忽悠哎。东西呢，主要清理中啊。是啊。一袋稻米。哟，这像个啥？我咋不懂这个？一袋一大袋稻米，你一忽悠。不少不少不少，看不少。哈，稻米原还带着个小东西的。就你们这光着就是不少了。你放了东西肯定不少。不跟你家的栽种的，长久人家都种不开呀。是说了，我再给你撒了坏回锅，干回扔，这样不了。看我三米大小，看我的一个大门。你口渴了吗，小米？要我多喝点水，我才不咳嗽。你渴了还是你哥哥渴了？好的，我一倒点水啊。